央视新闻跨年策划，巩立姣入围中国 UP 向上的力量。我不会灰心，我不会低头，因为这就是生活。我会继续捡起我的梦想，继续前进，因为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。我怕技术的感觉会消失，就咬牙坐着头，一天也不敢松懈。夺得了金牌，梦想绽放东京。